哎，这有虾，这有虾。哎呦，多呀，钓鱼用。行，这都有点多。Nice， 这回准备够了。今天多开点，省着不够。你要收，对，你要收多了吧，咱们还不得劲儿。收两天你就上不了岸。那咋干呢？上不了岸呢。对呀，两千块钱上岸。都得赔，一人都得。收两千他也赔，咱们也赔。就正常干几个点吧。大概来，因为现在是六个人，你别一人加点钱，我见过少赔点儿。行，你说。你说。玩儿，只要你玩儿开心就得了呗。对。都来的呗。你让咱680钓你这点鱼，咱也心里也不忍。你说加多少钱就完事儿。人太少了，今天，就是一共16个人，680的票，结果没来那么多人，就来了6个人。今天是最后定，就是一人交500块钱，然后老板1块钱回鱼。想上岸是不可能。啥也别说了，过瘾场。这经费就是闭蒙黑眼扔进去200。昨天还赔300，昨天我们失误就是这个饵没够，钓了1个多小时饵没了，再开的时候这个味儿就有点冲了，然后直接造成自己的窝子里没有鱼了，所以说今天这个准备的非常充，钓饵准备的非常够，欧了，今天把这点饵料用了，咱俩就走，也没有什么奖金了，没口就撤，放了一会儿不让你多钓会儿。头一次钓这么空旷的钓场啊，一共16个人，本就来了这个6个人是吧？哎，钓1块钱一斤肯定是赔了啊，多给你点时间练一下。两团饵料啊，你是想磕呀胖子，你还是你想拐呀？单钩就不扎你啊。昨天那鱼我整不动，太大了，钓一会儿胳膊都疼。耶！
鱼还是有点，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大。145，两个小时钓300，三个小时钓400，回家。哎呦，这漂还下不去，都一个小时了，漂还下不去。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早点收啊，钓了多长时间？5点开的，现在是8点多。3个多小时是吧？我钓了2个多小时，也盼着玩一会儿，就是没什么意思了。因为本身今天就一共16个人场，我们6个人钓，老板还挺讲究，让我们钓了，得要人住，且要人，早早就收，还有口能给他咬。什么？钓了272斤啊，1块钱一斤收鱼，我们就赔了230块钱。钓着没激情，就钓一钓我就不太爱钓，不太爱钓。所以主要有七条，你整多了。对，整多了，下回人躺着本身就是人气上不来，老板还挺讲究，我们就钓一钓就收得了，就当练练手了，收回去钓鲤着。